露营啊，基本上啊，地藏经啊，在北传是相当有影响力，尤其是跟超度法会是密不可分的。大体上啊，其实整个超度法会啊，它是综合性的一个产物来的。那么呢，除了地藏经以外，它也牵涉到共生啊，因为啊，曾经就是在经典里面有提到啊。就是斋僧啊，盂兰盆界斋僧，所以很多道场啊，其实啊，也会啊，综合啊，斋僧一起这样子，它会有供僧。然后此外啊，它还有就是多方面的除了这个以外那么呢，就是一般上啊，也有些啊，就是会出去外面祭品啊，那超度法会是通常都是念每天念，然后最后一天啊，才进行法师再来念经通常都是这个仪式。那么多数外人其实啊，接触佛教反而是这样子来认识，尤其是区域性的佛法基本上啊，它影响力是最大的。就这个区域性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大家在全马不一样的地方，那你在全马不一样的地方是，那在这些地方里面你就会啊，佛就会发挥的影响力。所以呢，其实真正发挥影响力啊，并不是那些。来念经的法师，他念完就走人的，所以真正的发挥影响力是那些信徒到来写牌位，他来问你们，那你们呢就去应答。这个呢，你们越懂佛法都好就可以把正确知识传给这些安弟，那由他们呢回去他家里面来影响他的家人那如果大家他来了就只是写了名字或者听他讲讲我梦到有没有祖先或者是说超度超3年，如果只是这个层面呢，他也是只是。学到家，他回到去就跟他儿子给他的钱，他就拿来护持，只是这样的层面哦。但是可不可以做得更好是可以更好的。真正草根力量是在这一边，我们这边的力量跟草根力量比没得比，因为这个法会一做是全马一起做的，可以了解吗？哇，全马跟他妈呢，全部我们这边呢全部来自各地不同，所以他是全马一起做这件这样子的事，这件法会所以呢信徒的接触传达到佛法对不对？也是趁他在写牌位的时候比较传达得到所以呢如果是主办单位主席法师意识到这一个进行培训，我以前在观音堂我有培训的哦，全部在超度法会之前先上过课先。然后呢，回答一些 customer service 的问题咯。customer 会问嘛，超3年可以吗？这种问题咯，我梦到的祖先是不是真的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还有一些把牌位带回家去小孩子说婆婆你带那么多人回家的很多这种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呢，厨房主经常有闹鬼这些常会有的，你知道吗？到底是自己添加想象还是宗教经验都是需要个别区搞清楚它，就是看我们要传开什么的知识给大众来决定的，所以因此这个 part 师傅是要呼吁大家，就是你学了地藏经尽量去发挥佛法的认知，尽量进行讨论，那么呢，你学了更会问好的问题包括问回你们的法师问好的问题，看他如何把这个可以做得更好。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可以建议了，因为法师他们已经有他们习惯了的了他不管你受佛学院没受佛学院，他可能已经久了每年这样子办了他已经没有新鲜感，就是一个仪式罢了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的那么呢，这个地藏经本身呢，其实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课我们现在谈的是什么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讲光目女的部分，上堂课我们停在这里了。出去看一下就是婆罗门女了。上堂课里面就提到婆罗门女她的母亲投生嘛，对不对？恶趣嘛，在地狱那边。那么呢，她就是念那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嘛。那么呢，一日一夜修学禅定来的。那么过后接着下来她就看到种种恶兽来夜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众生这样我们就停在这边了然后我们看接下来十婆罗门女来有请秀珍读一读。十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际，有一鬼王，名曰无度，即手来迎。
刹，何言来此？此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度大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第一在中，是是是不？”无度大曰：“是有第一。”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一所？”无度大曰：“若非威神，即需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圣女又问：“此水何源？”多诸罪人，即以恶受。无度大曰：“此事言菩提造恶众生，心使之者，今49日后，无人居士，唯作功德。”救罢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第一，自然先渡此海。海东蛇万游船，又有一海，其苦陪此；披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被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度曰：地狱何在？无度大曰：山海之内四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度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始来为酒，不知魂神当至何去？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系修真，你可以停一停吗？修真，你停一停，修真。啊，修真，你停一停，修真，有听到修真的声音吗？听到吗？对，没有声音的。哎，修真，停一停，哈哈哈哈！哎，修真，stop！啊，他的麦，哎，修真，他还在读啊。我过他一下，他那边突然失灵了啊！哦，OK 哦，他跑哪里去了？哎，修正，你刚刚读啊，全部声音没有接，不见掉了，你知道吗？你开麦，修正。啊，讲话。是是，我没有开麦，我想我没有开麦。啊，你读一大段啊，没有，你开头有声音的哦，有一段开始啊，全部没有声音哦，我们全部来喊你都喊你不到哦，这边。啊，是啊，OK，那没关系哦，啊，这样子的话哈，啊，是有一段期间你停掉了啦，好，没关系啊，当时是停在这边啊，请静妹啊往下继续读啦，就在你那边有点状况哦，刚刚突然读到一半停完下来，来，静妹请读一读啦，无独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母，我父，我具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耶帝利，无独合掌，乞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知忧亦悲念。悲’”月地利坠女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成孝顺之子，为母事，功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黄如来师，非为菩萨之母，得堕地狱，因是无间罪人。昔日此乐悉得受乐，具同生思。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已，便于觉华定自在黄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
应永追苦众生，广施方便，使令解脱。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首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嗯，好，感谢，让我们小花自己打断了。好了，可以终于举手了。好，可以高抬贵手了，同学啊，这一番话呢，基本上啊，就是鬼王无毒啊，哈，跟婆罗门女之间呢，哈，都对打来的哈。婆罗门女哦，
婆罗门女的之间的对答来的。这一个啊，其实是蛮出名的哈，有很多卡顿呐哈，其实是已经做出来了啦，那个动画之类哈，那巫毒啊跟婆罗门女哈，婆罗门女有明显了，巫毒可能就没有出现到这样子哈。那同学啊，在这段对话里面呢，其实有问到几个重要的问题，那这几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是蛮影响啊。我们华人佛教的啊，尤其是跟超度有关系的，来我们看一看哦。首先呢，哦，他有问几个问题哦。第一个他是问了哦，他到了这一边嘛，哦，他说啊，哦，他念佛啊，所以自然无惧啊。这个同学是对的，这个念佛无惧啊，在早期阿含经里面呢，也是用佛随念啊，来去除恐惧的，叫佛随念同学。佛随念哦，佛随念是一个法门呐、啊，主要是意念佛的功德啦。那我们同学如果有上普贤菩萨的话，我们就在讨论这佛的功德。那么佛有名号，十个名号，那十个名号啊都有它个别的功德。那只要把它的功德啊可以意念开来，对不对哦？而产生喜悦，它就可以自然无惧哦。那么呢，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用得上的哦。大体上我们这边的同学啊，都是可能偏向念观音、念地藏，或者是念弥陀，可以 research 一下。谁平时修持有念地藏菩萨名号的举手一下？地藏菩萨，一位妙长，令瑞金妹妙兰，OK 放手，OK。谁是念观世音的举手一下？观世音菩萨，OK。宝尊然后令瑞又念楚英、楚贤。玉梅、金莲、Mary 呀，还有就 Mary Tan OK，蛮多人念观音哦。念阿弥陀佛的举手一下，阿弥陀佛也有了啊，打不修几个啦？宝尊、张明、金莲、金妹、秀珍啊，静妹 OK，好好可以放手。这同学啊，妙兰看到了，同学是这样的，基本上啊，以后你们念佛是要加上随念他的功德，可以去除恐惧。不过这个要做试验呢啊，不过你们好像啊也不大有恐惧的机会，对不对哈？冇见过哈啊，过往啊哈，会的啊，比较年轻时候啊哈啊，钱赚不够啊，又怕时间到啊，还没有啊，还不能够还 installment 啊，孩子生病啊，不知道会不会好啊，孩子不知道会不会长大，很多恐惧，对不对哈？啊，但是如果有学佛的话哈，基本上这边他讲都是对的，这种佛随念呢，念佛啊，去除恐惧啊，很早阿含呐。阿毗达摩经道论都是这样记载的，哦，不过呢，他就是因为这边同学多数有上普贤十大愿，所以我们已经教同学要选择一个功德，这功德基本上啊，都是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佛都具备，尤其是佛啊，佛跟佛之间比较具备，那地藏菩萨一般上啊，他最大功德应该在他的大愿呢。大愿哦，但是所以就这个缘故，同学，其实你念佛号之前呢，你念了那个菩萨的愿呢，主要就是啊，才能够产生意念的功德，而意念而喜悦。哦，如果你念那个圣号啊，背后没有意义，不大理解的，只是要个感应这样罢了哦。它可能因为集中而不产生恐惧，那是另外一个方法来的啊。但如果你是因为啊，它本身呢，了解它这个菩萨的功德而产生喜悦，那这种念法是啊，它就是佛随念的方法，可以了解吗？好，OK，好。那么通常啊，念观音的人都知道观音大慈大悲，对不对？刚很多人举手都知道的哦，它的特色是大慈大悲，所以你一念观音你就想起它大慈大悲，那你容易想象啊。让大慈大悲在你内心里面可以充满，那地藏菩萨就是他的愿力啦，因为他伟大的愿力，还有就是他孝顺呢，这一生呢就是地藏菩萨的前身啊，他对父母的孝顺啊，因此你一念地藏菩萨就想到他的孝顺，因此啊你也可以因为这功德的缘故而去除恐惧啊。弥陀的话，你要了解他48愿呢，你要找出那一个愿感动到你的。这样子，所以一定要进行选择哦。然后呢，这个愿呐，你可以在念佛之前想一想哦，让那个喜悦先产生，再去寻念，这个就是佛寻念的方法，了解吗，同学？哦，来，宝珠刚刚举手是，没有举手啊？OK，那搞错了。
OK，好，所以同学可以理解嘛？好，那下次你念佛啊，先意念它的功德先，然后呢，让内心可以产生喜悦，就过后呢再继续念，这就是佛随念的方法来的了啊。好，来我们看一下，他讲啊，善哉菩萨，何缘来此？鬼王问他，你来这边做什么？然后呢，婆罗门女先说啊，这里是哪里来的啊？所以同学基本上啊，好。我们这边有些同学啊，可能呢，你体质会比较敏感哦，你可能呢，有时候梦到去某一些地方啊，或者梦到某一些众生找你啊，你记得你可以问他的，你是谁来的？或者你问他，我这里是哪里来的？你可以问他的，你知道吗？哦，你不过你要够胆呢、啊，对不对？哦，在七月嘛，如果刚好啊，有个人来哦，他左手拿着头，右手拿着刀来找你啊。哎，秀珍，我们去喝咖啡好不好？你会怎么回答他？秀珍，他一个手拿着头，一个手拿着刀的，牛头马面呐、不是，你要怎么回答他的？因为你喝咖啡啊，他一个手拿着头，一个手拿着刀，这样子。哦，他打他自己的头了，他哈、哦，他想秀珍，我们喝咖啡好不好？你如何回答他？哦，宕机了哦。这句好，哎呀，你跟他讲啊，我不得空啦，或者你问他你是谁来的，通常这些人会来找你啊，你要问他你是谁，哦，什么事情，哦，哎，秀珍，不要讲你不得空，要问他，哎，你是谁来的，哦，知道吗？哦，不要讲你不得空，其实会吓到半死哦，会吗？哦，哇，这样子不吓死你啊，真的是啊，吓都吓死了，没办法问。不过啊，那些人惯了啊，他就不会怕人的了。好，啊，惯了就不怕了的了哈，不过没那么恐怖了哈，你看哈，所以你可以问他的哈，然后无毒回答说，这个是铁围山哈，来同学啊，我们佛经啊是有记载铁围山，这个铁围山同学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证实，用肉眼来看的，这些啊都是经典记载，说通常啊可能啊铁围山，同学看到吗呢？这样子的我，当你讲铁围山。这图啊，出现就是这样的图来的，就是按照啊当时啊哈，我们讲的那个什么啊哈，就是按照啊当时啊，看一下现场，给我一三个 DB 电脑，它是按照啊哈经典画出来了，有时我们对不到佛教经典的，那他讲看到吗？给我一三叫做起迦罗山，过呢佛教世界观的一部分。坐三圈住大型海，看到没呢？这一边了哈，他应该是啊，他那个须弥山，他也画的不是很清楚了。这个哈，啊，是佛教的一个世界观点，再看一下哈，你们找具体点给大家知道一下哈。给围绕看一下先吧，围绕大千世界，OK，云大铁围山，看一下先了哈。佛教认为南瞻部洲等四大部洲之外有铁围山，就是讲在那个四大部洲的外面有铁围山哈。看一下先啊，四大部洲外面哈，四大部洲应该是这样的四大部洲，我们看一下啊。那同学这里是四大洲来的，我大概了解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们佛教的典故是这样子谈的，我看一下哈，同学，四大部洲是这个，那铁围山是这个来的，啊，按照他讲哦，四大部洲外面围着铁围山哈，那么呢，这一个啊，好像是须弥山来的，我们人类住在这边，南瞻部洲，OK 哦，OK 哦，然后这个是海水来的。这个同学好像很难呢、啊，用 geography 来对很难对，对不对？所以有些讲啊，他说可能呢、啊，这一个就喜马拉雅山，然后呢，这个就是印度来的，这个是海水，这个就是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带咯。那么呢，这一边呢、啊、都是 Bangladesh 哦，那这一边呢、啊、就是、啊、伊朗一带，有些是这样来推论呢、啊，哦，这样推论。那如果这样推论的话哦，那么有那么多这些海嘞，看怎么样？那么在海嘞？在海，然后过呢，这些铁围山又是什么哈？啊，它就不容易去讲通它哈，哎，对不对哦？铁围山围着不知什么来的，很难讲得通它这样哈。
好啊，所以我们看一看啊，好。然后啊，他讲啊，好，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啊，地狱在中，就是刚刚这个铁围山里面啊，哈，是有地狱的。答案是是了，他说实在是有地狱的。他讲，够他讲了、啊、哈，他说啊，无独讲啊，没有威神，没有业力，来不到这边。那么呢，第一就是业力了。”婆罗门女不是业力了，因为她本身没有死掉，那她是威神了、啊。有些解答这种威神本身呢、啊，是一种修辞，不过她是丈夫的威力帮她下去这样了。我不知道几时啊，有看过一个讲法哦，好像有些通灵人哦，可以带人去地狱旅游的，过呢他把他眼睛包起来，对他们进行催眠，听说过吗？你们？很久之前，哦，很久之前，哦，啊，包着你眼睛，给你带你下去地狱跑跑这样子。如果是这个 trip 成的话，所以有兴趣下去看看的吗？包着眼睛催眠带你下地狱跑，哦，张明先摇头先了，哈哈，不要看了，OK 哦，这个要找大胆的人去看哦，这个其实你没有心理准备啊，不去看比较好，因为是蛮恐怖下的。好，来过我们看一下哈，然后他讲啊，这个水什么缘故会这么沸的嘞？哈，他讲了哈，他说哦，这焰菩提啊，造恶众生。同学，这个焰菩提就是迦牟尼巴来的，所以叫焰菩提哦。同学可以写写，焰菩提就是来自于迦牟尼巴哦。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呐、啊，讲这个焰菩提啊，是印度是有可能的，因为迦牟尼巴焰菩好像迦牟嘛。印度就像江布这样了，看到吗？哈，江布的吧，哈，印度南方的，就是江布啊，印度南方大型乔木，你爸是州哈，燕福提州哈，南燕福提哈，我可能是我搞错了，他说江布啊，他这个江布不是我们的江布，我看到印度啊，有点像江布这样的形状啊，印度哈，不过看来应该不是了。他这边讲了，江布的巴哈啊，是一个州来的，这样子，南燕福提，南燕福州哈。好，来过我们再看一下哈，他讲啊，那个众生造了恶业啊，心死之者，近49日后啊，无人祭祀，49天之后啊，没有人继承的哈，为做功德，然后呢，救八苦难，他说啊哈。49日之后，没有人祭祀帮他做功德，生的时候又无善因，同学，这个49日啊，就影响我们那个超度法会的时间，所以我们一般上讲，哦，49天要做功德，跟这边有关，是你写下来啊，所以呢，这一些啊，是很影响到啊，汉传佛教啊的想法的啊，所以我们讲，哦，认识了。49天内做功德啊，就跟这边有关系，看到吗？哈，刚刚49天里面，所以呢，能够做功德就在49天内了，这样子啊。不过这个49天，菩萨好像也是有这样记载，说啊，当具本业啊，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他说啊，感召到的地狱啊，先要过这个海，然后呢，海东10万由旬。同学，这个由旬啊，哈，海东面呢、啊、有10万由旬，又有一个海。什么是由旬呢？同学来，我们看一下，哈，由旬的哈。由旬就是 Yojana 的意思了。那一由旬呢、啊，就是大概7英里啊。同学可以写一写啊，应该11.2公里了，大概11个 km 了，11个 km 啊。所以一个 yojana 就是一个由旬，是指11个 km 了哈，11个 km 了哈。来我们看一下11个 km 哈，然后他讲了哈，经过11个 km 啊，10万由旬啊，就是10×11了，110个 km 啊，东海又有一个海哦。又苦备此，这同学啊，如果是按照我们地理啊，应该是很难这样算哦。
对不对？好，如果我们画地图来放，用110 km，这不是在不跑哪里去哦？所以呢，这个 mathematics 不可以这样子来算啊，好，来推论，应该是不可以。所以有些讲啊，这个4个步骤在银河系哦。哎，动动脑筋，你觉得这个啊，这个南瞻部洲其实是印度来的，头一号，你觉得是银河系来的，头二号，动动脑筋。这个什么铁围山啊、南瞻部洲啊，应该就在地球还是在地球外面？一号、二号，买大小啊？袖珍是讲在地球里面呢、啊。陈玉兰二号OK，宝尊照明二号静妹是二号美丽二号，很多人二号，玉梅一号OK。庙长没有头，祖先没有头，庙人不用头啊，我也不知道啊原因是因为啊，我是偏向第一号啦，不过他全部又不完全说得通啦，可以了解吗？所以有时这种佛经啊因为我们做研究嘛，现在上课嘛就随你解读了，这个东西不决定啊，就随你解读了的啦，同学这样子两个解法都有了为什么会问起就是啊。为什么时候问起你们说哎，怎么可能你会想起呀？是在银河，在银河之外。同学来，你们看一下你看看这个东西像什么就是看到我们讲啊，就是银河宇宙你看到宇宙给你们看一个图啊，你可能你会啊有点惊讶同学，你看一看这个图，这个图啊，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有点像嘛。OK，同学，你看到吗？这个图啊，很明显是个旋转的图来的。其实这个图和我们佛教的一个字母很像的，你看得出是什么字母吗，同学？看得出吗？哎，我们佛教的符号这个万字对不对？是不是同学？这佛教符号对不对？来，你们仔细看一看，你看它旋转。像万字嘛，像嘛，还是本来觉得不像的，我讲了又好像像了，的确啊是有这样子认为我们佛教的万字啊，可能是佛陀用天眼看到，然后把它做出来的。但我们不是讲南瞻部洲嘛，对不对？讲是不是在印度嘛？对，同学你看一下你讲南瞻部洲Jambudi 嘛，为什么我讲 Jambudi Pass 是在印度同学你们看一看所以有些同学会这么子讲，也有一些典故的看一下我们从地图里面可以看一看就是印度的地图。Jambu 这个字我也想到就是来看一下同学大家看一下这印度看到吗？是不是很像 Jambu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讲 Jambu 地方想到印度。然后同学，你看一下，比如说这里是喜马拉雅山，OK 然后呢，南瞻部洲就我们住这里咯，北卢居住是这里咯，阿萨克吉尔吉斯咯。然后呢，犀牛和州阿富汗、巴基斯坦咯，东的话就是班格拉来的咯。这样子，根据他形容，他有讲犀牛和州北东南西这边是放牛的啦，犀牛嘛，跟牛有关嘛。北卢居州，他说这边的人比较少善根这样子然后这边东是邦格拉，没有特别形容。那么他讲这边周围都有海嘛，所以这个放在地球又不到逻辑它的海个10万又有海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难会通得到100%呢。这给大家知道，所以说你看那种铁围山
什么南禅步骤啊，你大概知道了。哎呀，不是在地球，就在地球之外这样子咯。哎呀，真是讲完了哈。来，我们再看一下哈。过他讲啊，地狱何在？他讲啊，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哦，很难描写了，因为那个地理图对不到啊，同学。他讲我妈妈死了，会去哪里？他先问呐、啊，你妈妈造什么业啊、哦？他讲我母亲邪见。OK，什么是邪见呐、啊？同学，一般上我们讲邪见呐、啊，比方说，就是啊，破无因果，否定因果也是邪见呐、啊，啊，否定因果哈、哦，啊，就是邪见哈、啊，否定因果，否定善恶都算是邪见。这个邪见啊，其实蛮恐怖的，因为啊，我们都是相信因果啊，所以大家哦不敢乱造恶。我们知道善恶，所以大家不乱造恶。那他邪见的人呢，哈，会否定因果善恶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哈，还有三世啊，这些都是啊，构成邪见的，构成邪见，否定因果，否定善恶，否定三世这样子啊。都会构成邪见哦，这样哦。然后呢，此外啊，哦，这，所以因此啊，因为啊，这个啊，你否定这一些是基本上啊，哦，会造成世界大乱呢，啊。现实来讲，会造成世界大乱啊。过后呢，就是有讥毁三宝哦，啊，讥毁就嘲笑、毁谤三宝啦，就是啊，哦，哎，讲三宝是假的哦。就会诋毁哦，或者是信了过又不信哦，这样子信了又不信哦，啊过后呢他虽然这样讲哦，但是无独还是问，哎你妈妈姓什么？他说哦，我父我母俱婆罗门种了。同学啊，在印度有四个阶级哈，他们是安的婆罗门种了哈。同学写下，印度有四个阶级的，婆罗门是 level 最高了哈。是阶级哈，印度是阶级哈，婆罗门是 number one 呢，看到吗？同学可以写下来，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跟娑陀罗，婆罗门最高是宗教人士，是接受他们供养的，刹帝利 Kshatriya 基本上 Kshatriya 就是王族来的，然后呢，吠舍Vaishya 吠舍是做生意的人呢。那么呢，首陀罗啊，首陀罗就是奴隶、贱民来的，所以呢是分四类了啊。因此啊，婆罗门啊，他们的妈妈是属于婆罗门种族啊，算是阶层最高的，好，这样子啊。那我们这边呢，有那些阿公啊，那些哈，就是算是刹帝利来的啦，好，王族来的哈，依然是人民供养啊。然后呢，第三类啊，哈，负责行政打仗，就所有的官员跟做生意的人呐，哈。第三种啊，包括我们所有的部长啊，哈，那行政管理哈，都是属于啊吠舍来的。最后一个是农民了，就是首陀罗啊，现在耕种的哦，或者在工厂里面做的哦，他在印度是这样子分呢，到现在就没有这样分，所以他说他先把它搞清楚哦，我母亲是谁给打谁先。郭妈妈名号是什么？月地利，还是要问名字的。哎。你们以前没有问过米呀、啊？是不是他都讲你爸爸妈妈什么名字，对不对？是吗？好啊，他又问那个名字嘛。你们觉得问生辰八字重要吗？如果你讲啊，我要找那个人了哈，通常会问生辰八字嘛。庙场通常会问生辰八字嘛？要问，会问哈、哦。啊，会对问。哦，啊，因为同名同姓，全世界太多嘛，哈，所以问生辰八字。不过这里没了啊，应该我是没有猜错的话，他就从你的大脑那边就可以从那个影像里面就推敲得到啊，哈，是在哪里这样了，哈。所以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形啊。来，给我们看一下，哈。所以呢，他问了之后，他讲了，哈，无独鹤掌问，他说啊，愿生者。却返本处，他想，请你回去原来的地方，不需要再啊忧郁悲念，看到吗？哦，不要忧伤，不要悲伤，也不要怀念，这样子啊、哦。然后啊，圣者是对他的称呼，也是称他为菩萨。他说，业地业地的罪女啊，升天以来啊，至今三日，
为地利女是她妈妈，她说啊，我已经上天界了咯，啊，已经上天界3天了。她说为何啊？她说云臣孝顺。他说啊，云臣孝顺之子啊，因为有个孝顺的儿女啊，为母设供修福啊，帮妈妈和设供啊，供佛像和修福啊，布施给谁呢？觉华定自在如来塔，所以呢，就这个缘故啊，这一个啊典故也很影响印度人、缅甸人，他们很喜欢啊捐助盖塔，华人也是。你讲盖庙啊，通常盖得成的，因为很多人很愿意啊捐助盖庙。缅甸人也是，你们知道吗？缅甸啊，你跟他们募款造桥铺路河，他们讲这个是政府的事，但是盖塔哇，他们就一窝蜂。同学，你们看一看，这个啊就是缅甸人的疯狂啊而形成的，给你们看一下。有机会啊，应该啊，你们要去啊，就是这里了，看到吗，同学？这里就是万塔之都，缅甸巴干呢，万塔之都，全部都是缅甸人盖的，因为盖塔的功德很大哈，哇，全部都盖哈，啊，我们呢盖庙也是啦，通常一讲盖庙啊哈，很多华人呢，没有信仰都好，知道这个是好事情来的，都会资助。所以呢，你叫缅甸人呐、啊、出钱造桥铺路，他说你慢慢等嘛，这个没有功德，那个政府的事情哦。啊，所以呢，这些思想啊、哦、是对我们会有影响的。所以他讲啊，你为母亲啊造布施这个塔哦，所以他讲啊，非为菩萨之母啊，得堕地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哦，他是。如果他不是菩萨的妈妈，他是脱不了地狱啊，应该是无间罪人。同学，无间是没有间断的意思，痛苦没有间断。所以他说啊，此日悉得受乐，具同生意已经投生了他讲哈、哦，然后呢，他讲这里就无间，应是无间罪人啊，无间是指无间地狱，没有间断痛苦了。然后呢，鬼王啊，讲完句话，合掌就讲婆罗门女。她说：“寻如梦归啊，就好像啊，做梦这样回到去了哦，啊，悟此事矣。想到这件事啊，他就跑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塔像前啊，立弘誓愿哦。之前的图片讲到婆罗门女啊，都会出现这个图像。我们看一下哈，婆罗门女婆罗门女哦。”看一下同学啊，这边呢就有提到这个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同学婆罗门女啊，就是社工啊，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有进行跟他的沟通这样子呢，就是他母亲了毁谤三宝了，看到吗毁谤三宝这样子婆罗门女这个就是他供佛了，看到吗所以呢，就这个缘故啊，会相当影响到华人啊，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讲啊，他在前面立誓愿，他讲啊，愿我今未来劫啊，就是啊，未来无数劫有最苦的众生，广施方便，使令解脱。广施方便什么方便啊？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了那我们就查佛光大词典我们会广施方便方便呢，有时是看一下先广施方便这4个词啊，在佛教经常出现的同学比较专业的名词啊，方便呢，这个是萨摩盖亚来的萨摩盖亚三方便五方便，这里二方便呢，来同学这里世间善巧方便，同学可以写一写何为方便我们讲是什么呢？善巧思维了，这个才解释到了善巧思维所以呢，种种方便了
不过这边很多，等下啊，同学好，善巧思维，不过有很多啊，这解释好像没有什么解释到的哈，来我再找一个哈，有解释到的哈，善巧方便啊哈，啊巧方便可以讲是方法来的哦，看一下先啊，三方便啊哈，啊来同学啊，这个比较有用到，巧用诸法。随机利物成为方便啊，这个才解释到。他说啊，很善巧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不一样的性格啊，给予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方便啊。这个有解释到了哈，有很多方法，然后个性不一样就给不一样的东西，个性不一样就给不一样的东西。好，所以叫善巧方便哈，三不嘎呀的都记得这个方便了。同学看嘛，那很多方便，不是五百呀，同学我记错了方便就五百呀的意思哈。那我们这边有讲啊，善权变谋，看到吗？或者比较好理解，就是是一种安排，是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什么呢？一种向上进展的方法，一种安排来的哦。因为啊，你没有这样子的善巧的安排没有人要进来没有人要进来学习，所以我们有些要一样嘛你咖啡苦苦就没有人要喝，所以加奶加糖就是方便哦，放这个漂亮的杯子就方便哦，精美啊，咖啡啊。就放在漂亮的杯子，弄个漂亮的环境，可以收贵几倍嘛，对不对？对不肯对？定哦，对呀，就是这样来赚钱嘛。所以我们对都，呀。所以啊，你们是，所以你们以前是卖环境，那些人是来吃环境，所以那个环境其实就方便来的。不然的话它就是啊，只是很单纯罢了就没有方便了所以他说是有方便的好，来过我们再看一下用种种的方法让他可以解脱以便解脱，所以这是婆罗门女发愿来的他以后啊会用很多方法，很多善巧让大家得到解脱这样子那么呢，佛就告诉文殊师利，他讲那这个因为他这一件事情是佛在倒立天的时候跟文殊师利谈，他讲这个鬼王是善财，是财首菩萨，婆罗门女是谁是地藏菩萨，所以我们同学进入分身集会品第二不过同学，我要稍微停一停有些事情